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63面，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受慧以书道显，宽抚现人冤枉，损害忠良，陷为误陷陷害，冤者取也，枉者邪取也，忠者尽思之心，奉公王师，良者善也，如是我人，嫉妒贤者，陷害忠良，其人之言，彼巧令不忠，而欲取荣，毁谤良善，妄心人非，心口不一，故云心口过意，即为多端。那么这是说道我，从道里面呢产生许许多多的罪业，都是由于道心所引发的啊。所以无我不是单单犯一种，任何一种都会牵连许许多多的恶业在其中啊，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只有佛菩萨把这个事情啊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事情虽然小，它是道心。这个道心如果你不把它断掉你是任其发展，到将来可能造成大的罪业。任何小的便宜，这个占便宜的念头都没有，才能够守住不犯盗戒。盗戒的戒罪，佛家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盗取一个人的财物好办了，你将来还债还一个人了。如果你盗取，譬如我们住的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公共设施是这个社区里面所有的人拿钱出来建造的公共设施，你把它破坏了你把它窃取了，那这个皆罪什么？这个社区里所有人全是你债主你还债不是还一个人，这个社区里住几百个人的时候，统统是你债主你将来的个个都得还，
你这个麻烦不麻烦？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此地公共设施是县政府设立的，那么你就要晓得啊，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话，你把它盗去啊，拿回家去用去了，那这一个县里面的居民，哇，在中国一个大县100多万人呐，这100多万人全人家债主，因此你就得想到，如果是国家的设施，这个设施是全国人民纳税来建造的，东西虽然小，你要是把它拿回家去用去了，你的债主啊，就是这一国的国民啊，这些纳税人的时候全是你的债主，还不清啊。倒是很容易犯的，有意无意很容易犯啊，可是后来的果报啊，不堪设想啊。那佛戒经里面讲常住无啊，那是什么？真正出家人，现在出家人有问题，不是真正出家，享受这个十方佛门四众弟子的供养，啊，没有做真正出家人的事业，这就是盗戒了。啊，出家人的衣食住行从哪来的？叫十方供养。那人数呢？数不清呢。不止一个地球啊，你看佛经上常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啊，不知道有多少佛，这佛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啊，不知道有多少皈依佛门的这些善男信女，所以佛门的东西决定不能动，动了之后呢，你的债主是遍法界虚空界，经典上佛说啊，你犯无逆受造这样重的罪业，佛能救你，道常住无啊，有的时候说生起无，就是出家人的用这个东西，佛不能救你。为什么？你的债主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出家不容易呀、啊，啊，随随便便就出家了，很恐怖啊！啊，出家人干什么事？叫佛事。什么叫佛事？释迦牟尼佛一生跟我们表演的叫佛事。表演什么？威仪有则，用中国话来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表演的身心言教，这叫佛事啊！把所有的善行
通通表演出来，让社会大众学习。佛法是师道啊，一生教学，你所教的必须先做到，你没有做到，别人不服啊，你说给人听人不相信啊，所以你得先做到啊，然后别人看到了，相信了，向你请教，向你学习，你就可以教他。这是佛事啊！要从这个名相字义来讲，佛是觉悟，是智慧，是觉悟；事是事业。那佛是人帮助众生觉悟的事业。我们常常说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事业叫做佛事。人为什么会造恶？迷惑，迷惑他就会造业，觉悟他怎么会造业呢？人在六道里头为什么会受苦呢？迷了就受苦，觉悟了他就不受苦了，就离苦得乐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干的事情，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方法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所以破迷开悟是手段呐，离苦得乐是目标啊。佛知道，六道轮回从哪来？迷来的，觉悟了。就脱离六道了。什么人觉悟了？阿罗汉以上的人就觉悟了。可以说须陀洹就开始觉悟了。可是修得还不够圆满。他是向出离六道这个方向走，还没走出去啊，到四果阿罗汉走出去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这是小乘，大乘菩萨他走的路是要走出十法界，这个路就更长，目标就更远，不是以脱离六道轮回为目标，是以脱离十法界啊。所以叫什么叫佛事啊？搞清楚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行医，大家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无论是在家的学生，是出家的学生，在家学生他还要顾着一个家庭，弘法护法，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佛事。出家的学生。主要是弘法僧团建立，他在僧团里面内护
啊，有这个团体组织了，在家同学做外护，啊，出家的哪些人护法呢？年岁大了，等于说从教学上退休了，那这学校嘛，有教员有职员嘛，啊，教员是主要的，负主要责任教化众生。啊，那还有一些行政事情啊，啊，衣食住行这方面需要有人照顾啊，啊，这退休下来的人做这个。啊，这佛寺两个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金灿这个东西这不算佛寺。佛寺啊之由来，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他想了一会儿，告诉我，可能是唐明皇搞出来的。怎么会是唐明皇搞出来的？唐明皇也很了不起，开元之治啊，是唐朝很了不起的治绩。谈到唐朝，人家都晓得贞观开元，政治办得好啊。啊，可是唐明皇自从杨贵妃进宫之后，他就衰了。堕落到色情里面去了，啊，朝政呢就很少过问了，乱了，啊，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啊，幸亏有几个得力的将军，郭子仪这帮人。把这个动乱平定了，死伤的军民很多啊！啊，他在每一个战场啊打仗这些地方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啊，所以开元寺很多地方有这个名字。就是唐明皇建的，啊，建这个寺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忠烈祠一样，啊，是一个纪念在战争死亡的将士，是这么一个性质，啊，请这个出家人。诵经超度，这是大概就从这里起源。啊，上行下效嘛，皇上这样做法了，一般普通人家的老人过世啊，也就找和尚来念念经了，那是什么附带的，不是正业。哎，这是结缘呢。不过我们想到在那个时代啊，老人过世能够请到法师到家里诵经啊，这个超度一定是贵族啊，豪门贵族他才能理请得到啊，普通人家是不可能的。那法师经常是不出庙门的啊，可能从这儿就起端，以后慢慢演变，哎，这个事情就变成佛门里的一个附带的事业
啊，一直到清朝，可能在清朝中叶，慢慢就喧宾夺主了。这是佛门里头主要的事业了。有没有讲经？有讲经，讲经可能是附带的了，变成副业了。啊，到民国年间，清朝亡国到民国年间了，大概金灿佛寺是最要的主业了。讲经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了，把佛教从学校变成了宗教了，真的变成宗教了。你不能不承认呢，佛教不是宗教。啊，它原来是教育，从教育变成了宗教。中国变了，日本也变了。啊，我们看看韩国、亚洲这些佛教国家也都全变了。啊，佛教变成世界六大宗教之一，它属于宗教。冤枉啊！啊，我们学佛明白了，搞清楚了，如何把佛教再回归到教学，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啊，我们的责任啊。啊，所以现在佛教在社会上，我看到的六种不同的形式。啊，第一种，教育的佛教，啊，佛教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很少了，我们走这个路子，走得很辛苦。但是也走出来了。啊，第二种呢，就是宗教的佛教。啊，完全变成宗教了。啊，宗教里最重要的是祈祷。佛教这些金灿佛寺都是属于祈祷。啊，这第二种。第三种呢，佛教变成学术。啊，我也参加过大学，这学系里面开的有佛经课程。啊，我在早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我在那里教了几年。啊，教的是佛经哲学。这第三种。第四种呢，企业。像开连锁店一样。哎，也搞得挺热闹的。啊，它有个总部，有很多分店，甚至于周边全世界的，啊，当作一种企业来做，啊，也是佛教。啊，第五种呢，观光旅游的佛教。啊，这是最近看到的。啊，这个佛教建立在此地寺院，主要的目的是观光旅游。
啊，最后一种是邪教的佛教。啊，他打着佛教的招牌，佛教不承认的。啊，至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佛教有着六种不同的形态啊，我们不能不清楚啊。啊，不过宗教是有麻烦，为什么呢？现在人一般知识水平提升了，啊，所以说文盲少了，不像在从前，社会上读书的人少，所以没有文化的人占大多数。啊，特别是农民、农村，啊，现在学校普遍了。于是乎，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些宗教了。啊，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啊，这是去年。我访问梵蒂冈，教廷陶然主教啊，告诉我的，他们有统计，啊，最近这十几年来，信仰宗教的人呢，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们很担忧啊，如果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可能信仰宗教人就很少了啊。我听了这个话，我给大家建议，啊，我说，当年宗教这些教主创教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会有那么多人追随，而世代相传能够传几千年、几百年？这什么缘故？我们冷静地去思维观察，会发现，过去最初创教的教主都是教学。啊，经典是那个时候他们讲的，记录下来的。啊，基督教里头像摩西、耶稣，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啊，佛教的释迦牟尼佛，都是教学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间最长，49年。啊，穆罕默德教学27年，我们相信摩西也有20-30年。啊，这个耶稣是教3年，被人害死。他们所作所为的，用现在的话说，社会教育。啊，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群众。
啊，那现在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几乎完全走向祈祷。啊，祈祷管不管用呢？现在被科学证明，祈祷管用。啊，祈祷理论的依据是集体的意识。啊，这最近科学才发现，啊，意识，啊，就是人的思维想象，这能量很大。啊，一般人都疏忽了。啊，这种能量超过物质现象。啊，但是人不相信了。啊，你说这个灾难，我们大家在祈祷，这灾难化解了。事实是如此，但是人不相信。人家说，你说你胡造谣言，根本就没有灾难，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啊！啊，所以人家称为你这是迷信的，你这是造谣啊，欺骗大众啊。啊，所以我们想想过去，啊，这些创教的这些大德，啊，还要回过头来走他的老路。宗教要以教育为主，教育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这个对于化解灾难是标本兼治啊，祈祷是治标不治本。啊，是治一时的，时间长久了效果就没有了。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在琵琶湖做的这个水实验，那就证明了，一次的祈祷，湖水确实干净了半年，这半年之后又恢复了，又脏了。啊，宗教里面是还不错，这个祈祷是不间断的。啊，许多宗教做集体祈祷，一个星期做一次，这是对的。啊，还有一些宗教，无论是在家出家身份，他很精进，他每一天做祈祷。啊，伊斯兰教每一天规定有五次祈祷。啊，我看到他们修学的方法，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所以我就提出，我们敬宗念佛工作非常繁忙的人，我们用身念法，每一天九次。啊，时间很短，只要一两分钟。啊，但是一天九次不间断，很有效果。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很多，啊，他们来告诉我很有效。啊，那么我们提倡的神念就是十句佛号，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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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念的时候念慢一点，啊，用印光法师这个方法好，啊，佛号从心里升起来。口里念出去，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一声佛号是第几声记得清清楚楚，
就是神学。啊，早晨起床，洗脸漱口之后，面向西方，合掌念十句佛，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这两次。啊，早晚两次。啊，三餐饭。啊，饭前人家念这个供养词，我们念十声佛号。啊，这就是五次。啊，三餐饭。上午下午上下班。啊，上班工作之前先念十句佛号再工作。啊，下班的时候啊，下班之后收拾干净了念十句佛号再离开。啊，上午这两次，下午两次，总共九次。不耽误时间呐，不耽误工作啊，啊，有一次念说大概两分钟就够了，不难呐，养成习惯，一天九次，养成习惯，决定往生。啊，我在新加坡了几年，那个时候常常到美国去，啊，到加拿大去，我就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一天要有九次，那治标的效果就很大。啊，所以工作再繁忙，说找不到时间修行呢，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果。啊，那伊斯兰里说一天五次，我们净宗念佛一天九次。啊，不拘形式啊，啊，念这个佛号，十声佛号的时候。把一切念头都放下，啊，时间很短，你这个心很容易集中，不会散乱。啊，念佛的效果就叫一心专念。我们经常说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啊。不夹杂，啊，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十声佛号练起来不间断。啊，这是很好的方法，人人可以做啊！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啊，净宗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将来能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几篇经文从32到37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戒律的戒语，我们要依教奉行。啊，这一篇经里面讲的无我杀到阎王酒，啊，决定不能做，要记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善人，没有作恶的，啊，所以
我们现在起就要断恶修善。我们看下面啊，他接着说：“故云，心口各异，即为多端。”啊，口里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啊，说得很好。跟他想的跟他做的不一样啊。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都是在欺诳众生。啊，在这个里面呢，夺取利益了啊！即为多端，下面有解释。义即云：即为幻惑，迷惑你；为是虚张。精心云：即者机关。什么叫机关？巧言令色啊，曲曲均意，能行即为啊。这个即是即心的啊。我们一般讲计策。但是这个计策是邪恶的，是损人利己啊！这种心叫计心。那么我们想想这个世界，谁没有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叫极为多端了啊！用方法欺骗别人，自己在这里头获得名利违者诡诈诡计欺诈，如是欺诈为善，种种不义，故云即为多端啊。现在我们一般呢都说的是啊，损人利己，这大家都知道。起心动念怎么样去欺骗别人，如何把别人的名利变成自己的利益？在上位的欺骗下面，下位的欺骗上面，像公司，老板欺骗员工，员工欺骗老板。啊，过为过人的利益去打算了，这公司怎么会经营的好呢？啊，日本那边的朋友带了一个光碟给我看
啊，这个光碟是在中国录下来的。日本有个企业家啊，在日本很著名，稻盛和夫。他经营50多年，非常成功。啊，多少次金融风暴的时候，他都没有卷进去。啊，他是怎么经营的？我昨天看这个片子很感动。啊，他从小是贫穷人家的子弟，生活非常清苦，所以学了一些老实做人这些道理。他一生经营本着4个字：敬天爱人。啊，他经营的目标是我们经营就是要赚钱，赚钱给谁呢？赚钱给员工。把员工的利益看成公司营运是第一个利益，所以员工高兴了，都拼命给他干了。啊，把顾客的利益摆在第二，公司的利益摆在后面，所以他就变成不倒翁了。啊，再大的风险艰难，别人都失败了，他还一样赚钱。他把公司员工看成一家人。啊，这是他经营的理念呢，完全依照佛法，依照儒家的教诲。啊，确实老实听话正干。啊，日航几乎都倒闭了，无法经营下去了，请他去做董事长，一年他就转亏为盈，就把日航救起来了。啊，今年也80多岁了。啊，我看了这个片子很感动。啊，是个真正做生意的人，是古时候做生意的人。啊，他告诉我们，啊，西方人经营这些商业是这个企业，股东的利益摆在第一，公司的利益摆在第一，员工是他都不顾的。啊，所以员工跟老板不是一条心呐。他完全学的是中国的，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做。啊，这个公司上上下下一条心，这是他成功的秘诀。治家。治国一桩事情啊，稻盛和夫所做的这些理念方法，这是我们中国从前治家的家道、家规、家学、家业。那用这一套来治理一个公司，公司就是一个家庭，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他学会了，他做出来了。啊，所以起心动念是舍己为人，他不是损人利己，舍己为人。他出过家，
啊，事业鼎盛的时候，他辞掉，他出家去了。啊，名气太大了，找的人太多，以后再还俗，啊，被人家请到这个日航，啊，去拯救日航，啊，他日航董事长。我们再看底下接的这一句啊，如是我人，无论尊卑上下，内外亲疏亲疏啊，见欺骗诈惑，这很像是先秦社会的写真呢、啊。古人尊卑中外，更像欺狂，相视相护。那实在说呢，这应是自己欺骗自己，对自己的欺骗呢，那欺骗别人是理所当然的嘛。啊，这样一个心态，生活在世间，你说他多迷惘，他多可怜。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业，无不是业。啊，你要问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它完全都是零。啊，死了以后三途去了，啊，下面接着底下的两句经文，成慧于子后继者，以诚痴二毒，这三毒里的这两种啊，助长贪心呐、啊，贪而无厌呐、啊。慧疏曰：“善恶相知，这还得了？”贪嗔痴融成一体了，制伐邪欲，欲是欲望，邪是不正常的、不正当的，吸引他财，于己自己，故曰于自后己。在过去，这种人有没有呢？有，太少了，不多见呢。换一句话说，人都还有点良心呢。啊，欺骗别人呢，还给别人留一点呢，让他能活得下去啊。现在人不然了，欺骗别人是完全躲过去。你死活该，你应该要死。为什么呢？你不如我，我比你强，我有资格活着，你没有资格。现在人是这种心理。那不但夺他的财啊，还要夺他的命啊。这个罪恶就做大了啊！这是什么呢？贪嗔痴达到极点了。
啊，欲望永远没有止境，到最后一定是自相残杀。啊，他的果报，我们就能想到啊。人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天理不容啊。啊，欲贪就是一般讲的贪欲，贪物也。为谋今日，身属为本，贪欲贪为本。啊，这个身。身的根本是什么？学佛的人肯定会答：莫那识啊，莫那识是身之本。那莫那识是什么呢？我见，我见就是身，但是跟我见永远离不开的，有我爱，有我痴，有我慢，贪嗔痴啊。那身之本是什么？身之本就是身跟贪嗔痴集合成的这么一个东西。这身是罪恶之本呐、啊，身先教育，知道这个事情，知道太清楚了，啊，这个东西你能放下？不可能的。所以身先人指的法，是让你戒止，啊，贪嗔痴可以，要有一个标准。不能太过分。啊，过分那就造罪业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佛家无论大乘小乘，入佛门先破身见，身见不破就不能入门。小乘身见破了，正虚头暗苦；大乘身见破了，是信位的初信菩萨。啊，也就是经教里常说八十八品见惑断了。啊，在小乘正粗苦虚头暗，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这真正入门呐、啊！佛法入门的标准在此地啊！我常讲，讲了几十年了啊！学佛的人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你都做到了，有没有入门？没有，在门口啊。所以我常说，我能带人到门口，
啊，进门呢？进门要佛的标准，我这个标准不行。啊，那佛的标准就是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个东西统统放下入门了。啊，但是我们能把前面十六个字做到，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了，贪嗔痴慢放下了，破见惑不难。啊，如果这十六个字放不下，见惑可不容易断呐。那换一句话说，你入不了门呐。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你的份呐。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不断惑能成就，只有尽宗待业往生，生凡生同居土，只有这一条。啊，所以这些呢，决定不欺骗人，自己一定衡量自己，我能不能放下。啊，果然能放下，八万四千法门你可以选择。啊，真正放不下，那只有净土念佛往生，啊，除这条之外别无二路可走。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学佛学了六十年，想想看，不行呐，这不能骗自己，真断不了啊！啊，这才怎么样？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别的经都放下了，专学这部经。这部经保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经教我到极乐世界再学。啊，我走的是这个路子。啊，到极乐世界投一个无量寿啊，我有的是时间呢。啊，又有修学的好环境，我相信学任何法门都不难。啊，在这个世界，你除了这个法门之外，你要把时间精力浪费掉了，那就错了。啊，说一句大家能容易体会的话，八万四千法门，你学任何一个法门，你没有把握成就，你能断烦恼吗？你能证虚陀洹吗？你能证得初心位的菩萨吗？你自己认真想想，你就知道了，你就晓得那真难呐。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干，何必浪费时间？何必浪费精力？啊，净宗念佛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记住。那就是凡圣同居土。欧耶大师教导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这是弘一大师说的。
人家问他，你老人家往生极乐世界正什么样品位啊？他说我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这是有智慧人讲的话了。真满足了吗？真满足了。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那是不满足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要做阿惟越致菩萨，那你可以试试看，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才是阿惟越致菩萨。啊，不分别，不执着，你容易懂；不起心，不动念，你听不懂啊。啊，什么叫不起心不动念呢？太细了。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啊，佛告诉我们，如果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这世界怎么来的？起心动念来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世界在，你起心动念没有停止。起心动念停止了，世界没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所有的现象都是一个波动现象，这现在被近代科学家证明了，整个宇宙就是个波动网状，像这个电网一样，啊，网络一样，它是波动。啊，这个一停止了，全都没有了。啊，科学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啊，那太难太难了，不起心不动念，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你看到一真法界了。啊，你生活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啊，那叫一真法界。啊，所以换一句话说，这老老实实的讲，当年黄念祖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禅不但不能开悟啊，连禅定都得不到。啊，像虚云老和尚，这是最后的一个得禅定，没开悟啊。修密的，三密相应，现在也没有了。没有人能做到啊！现在只剩下这么一门了，就是念佛法门啊，待业往生啊。除这一门之外，门门虽然好，你试试看，你能成就吗？啊，国内我听说有人责备我，说净空法师只提倡净土法门，其他的八个宗派他都不管了，在骂我，我冤枉啊！我不是不管了，我没有能力学啊，我希望责备我的那些人啊，他们去学，他们比我强，比我高啊。啊，华严、天台、三论，啊，法相，
他们都有本事，我没有这个本事啊。我希望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都能够崛起，都能够恢复，都能在这个世界发扬光大。我今天的能力，讲老实话，只有待业往生，我还能做得到，其他的我做不到。所以我告诉他，我什么都想学。什么时候学呢？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我再学。我到极乐世界学，极乐世界有寿命，就是有时间。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能学得成功。我要在此地学这些东西，那就错了，学不成功啊。学不成功，那一定还得搞六道轮回，那么就错了了吧。所以自己人最贵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知道自己的能力。超过我智慧能力的事我做不到。我也算是个过来人，年轻的时候宗门教下都学过，结果想想不行，这些大经大论我都讲过，我会讲做不到，做不到，也就是说我依照那些法门，我不能了生死出三界，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那不就错了了。今天什么是大事啊？不再搞六道轮回，这才是第一桩大事，也就是不造轮回业了。轮回业不能造，地狱业就更不可以造啊。什么叫地狱业？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这是地狱业啊，你敢造吗？你看佛在这部经上以这么大的篇幅的经文来劝导我们，这佛陀慈悲到极处啊。这个一段呢，把什么是身呢讲清楚了。身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是身呐。又会疏曰：欲海深广，不知眼足啊。欲是欲望啊，还是比喻欲望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没有眼足的时候啊，谁对于欲望？厌足了，讨厌了，知足了，这个人了不起，这人回头了。这个人肯定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超越六道轮回。啊，只要他对欲望啊知道讨厌，满足了，他就能够出离六道轮回。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受己，嘈杂奔波过远，欲贪等。那这几句话后面都有解释啊，欲望这个事情人人都有，无论是尊无论是卑，通通都有，哪个没有欲望啊？啊，富贵人也好，贫贱人也好，唯求受己，受己他的欲望当中想得到的啊，嘈杂奔波。一天呢，为什么奔波？就为欲望。人要没有欲望了，心就定了。啊，一天到晚劳碌奔波，为什么？古人讲的很好，名利而死啊，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啊。欲多占有，故曰欲贪多有。佛教我们啊，学佛的人要破见我，啊，见惑里头有边界，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两边，这是错误的，可以说，这是所有今天讲的话，冲突斗争战争的根源，我们要消灭冲突要从哪里做起？要化解对立，不与一切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无对立，不对立就是一体啊，一体就不对立了，不知道一体自然对立啊，所以这是冲突的基因啊。不修佛的哪懂得这个道理啊？怎么知道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啊？它给我们带来无穷的祸害。啊，身见我们放不下，这个要放下了。啊，不对立从事上讲呢，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但不占有，连控制的念头都没有。啊，于一切人事物当中，啊，决定没有控制，没有占有，
没有支配，啊，你的心都自在，你的心都清净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才能把自己的欲望慢慢降化解掉了，欲望没有了。诸位想想看，支配是欲望，它的发展的方向是权势。啊，控制是欲望，占有是欲望。啊，通通放下就解脱了。啊，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身见慢慢就看破。啊，我们才能入门呐，否则话入不了门呐。啊，学佛学了一辈子都没入门，这个是冤枉不冤枉？啊，为什么没有入门？第一关就是这个。五种见惑虽然把身见摆在第一，它是主。身见破了，后头四个都没有了。可是真正要破见惑的话，还是从第一个，就从边界开始。然后是渐趋戒趋，再后面就邪见，到最后身见破了。啊，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你真的入大乘了。啊，什么生活呢？变法界、虚空界生活。你见到法身。啊，这个身体是法身里头的一点呢，一个细胞啊，你突然觉悟了，啊，这是我身体里头的一个细胞，啊，我的全身是变法界虚空界，你的心量马上脱开了，所以心包虚空量州杀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三种周遍，第三种含容空有，身见一破掉，这个境界马上现前。啊，你把真的我找到了。啊，所以这底下经底下讲，欲多占有，啊，故曰欲贪多有，因利害相争，损人废己，故曰利害生福，于是戒分嗔仇。冤家债主从哪来？就从这儿来的。啊，你给人结怨了，你给人结下深仇大恨。啊，你要把别人所有的夺取过来，变成自己。啊，夺他的财，还要害他的命。啊，这个仇就结下去了，结分成仇了。啊，为什么相争呢？都是为利害，没有利害冲突就不会相争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
做人要做到什么呢？做到与人无争，你就能跟人相处啊，跟任何一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出家没多久啊，有一些人也对我很爱护啊，那时候韩馆长护持我，他们看到韩馆长跋扈我啊，专权呢心里都不服啊，啊，想劝我离开他，他们另外找地方给我住啊，来护持我啊，都说韩馆这个人很难相处啊。我就告诉大家，我能够跟最难相处的人相处，那天下人我都能相处了。啊，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好啊。啊，他天天这个折磨我都能受得了啊。修忍辱波罗蜜嘛。那为什么能够跟他相处30年，相处得很好呢？没有冲突。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这个就好办了吗？啊，他要名，名给他。他要权力，我们那时候有个图书馆嘛，请他做馆长嘛。啊，馆长给他做嘛。啊，他有名，有权。啊，设方供养呢都给他。啊，他都要啊。都给他了。啊，我要什么呢？我要每天上台讲经。啊，这桩事情他照顾得很周到。啊，让我30年的时候讲经没中断。这他的功劳啊。啊，我要的他都替我准备了。他要的我都给他了。啊，我们两个就非常好相处啊。啊，如果我要的他也要，他要的我也要，那他天天打架了。啊，那就不能不斗争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我要他不要。他要的我不要，我们没有利害冲突。啊，所以就能和睦相处啊。啊，30年的合作伙伴呢，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安定的环境当中长成。啊，我们要常常去想，把这个事情想通了，想破了，就不再造业了。啊，知道对任何一个人都尊敬，从内心的尊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解脱。啊，才能够把叙事精神这些冤业化解。菩提道上障碍就减少了。啊，冤亲债主之很重的麻烦呢，很大的障碍啊。你不能化解，特别是临命终时，他不让你往生啊。我说他要报仇啊。欠命的还命呢，欠钱的还钱呢。他要报复
啊，所以在现前不跟任何人结缘。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什么时候我们真觉悟了，你就看到一切人都是菩萨，一切事都是佛事。啊，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的。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四面八方得来的信息都是2012玛雅灾难预言，2012马上就到了，会不会发生呢？科学家告诉我，一半的科学家认为可能，可是另外一半的时候认为不一定。我们怎么应对？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灾难会现前，会是真的。啊，因为这个灾难是全世界毁灭性的大灾难。啊，这种灾难在这个世界已经传说几百年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呢碰到了。如果是个真正修行人，碰到这个事情，好事情。那为什么呢？叫逆增上缘。佛门有一句话叫克期取证。啊，确定时间我一定要证果。那现在这个期限明年11月20号是不是？啊，那就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我一定要取得往生的条件。那什么条件呢？功夫成名。就决定往生。要把这个摆在底下了。还有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的，这取不了了。啊，一切冤结全部要把它化解。啊，化解的方法没别的，自己要往下讲，要谦卑，要尊敬别人。这就是什么？佛菩萨，你成佛了。啊，谁最谦卑呀？佛最谦卑。啊，佛是什么心呢？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我们要努力啊，希望在这一年当中做到清净平等觉。啊，什么清净？没有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分别就平等了，不起心不动念就觉了。啊，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妙不可言呐！这个人我最恨他，最讨厌他，我见他阿弥陀佛，这问题马上解决了。啊，84000法门哪有这个法门妙啊？那个人我喜欢阿弥陀佛，喜欢的要放下情执，情执放不下了，麻烦大了。啊，无论对情执、对这个怨恨的
一句阿弥陀佛全摆平了，全化解了。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万法还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一句的名号的意义，我们学了这部经多少懂得一点了，真是功德殊胜啊，广大无边际。啊，妙极了这个法门。啊，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这我常常劝导大家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扫除，扫得干干净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能不往生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而且我们的时间只有一年了，啊，这一年我们就成佛了，啊，我们的心真的换成阿弥陀佛，你不就成佛了吗？啊，不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心里头还是妄想。还是杂念，错了啊，这个东西是轮回啊，叫轮回心啊，心里面有阿弥陀佛，这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心啊，不一样啊，啊，就看我们肯不肯把它换过来。啊，时间这样的迫切，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了。决定要真干。啊，经常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社会现象。我们希望在这里把它跳出来。啊，因利害相争，我们把利害都舍掉。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我们用佛心，阿弥陀佛的心，处事待人接物。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愿就是心，心就是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损人非己的事情不能干，这就是常说损人利己。我们要做的什么？是舍己利人。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干的，阿弥陀佛干的我们要干，阿弥陀佛不干的我们不干。啊，这是跟着阿弥陀佛走啊。啊，如果利害胜负不肯放下，于是就借分成仇，你就跟人结怨了。你结的这个怨，你要晓得后头有报应呐。啊，甚至家破人亡，一切不顾啊。啊，这现在人迷惑颠倒干这个事情啊。啊，故云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前后是讲因果，前因后果。他不知道啊。啊，前后的前因后果。又会说曰，前不顾是非，后
不顾机嫌，一前不顾明哲昭察了，后不顾鬼神明记啊，这个前后意思很多。都要想到啊，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那这些是非机嫌尽量回避，明哲昭察，这是真的智慧呀！自己头脑清楚啊，一点不迷惑啊。啊，落实在伦理，在戒律，在道德，在因果，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知道天地鬼神，啊，不要说他铭记了。我们在《望经还原观》里面学到的啊，起心动念，周边法界，谁不知道啊？只是自己不知道，除自己之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事情科学也证明了。啊，为什么呢？整个现象，宇宙现象是波动现象。啊，波动速度之快，我们没想到。啊，我们只学了一点皮毛常识。啊，电磁波、光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夜晚天空上看到的星星，有很多星星距离我们多远呢？是以光的速度，一年为一个单位，叫光年。啊，有几百光年的，光要走几百年，啊，几千年才到地球上。这是普通常识啊，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不是啊，念头才动即周边法界，啊，所以念头的力量太大了，啊，现代科学家逐渐逐渐意识到了。啊，科学止于物理，现在要从物理再提升到心理。啊，心理搞清楚了，物理就清楚了，物理上的问题全都能解决了。啊，因为物质是从念头生起来的，把念头搞清楚了，物理就全解决了。啊，所以物质现象它的波，我们不能够意识到的，它那个波动力量也是才动就周边法界。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肉眼能看到的光波、电磁波我们看不到。
啊，那波一定很多种啊，非常复杂了。啊，离开周边法界这个波，科学没探测出来。可是八地以上，他们真的了。啊，那就是说明，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它波动的这个频率，啊，变法界、虚空界都知道。我们心里想象，动个念头，变法界、虚空界都知道。你能瞒过谁呀？你做事情以为别人不知道，错了，全知道啊。大地以上亲眼看见，啊，大地以下的虽然自己亲眼没有看见，听说了，啊，修学大乘的人哪个不知道啊。八地以上的人，数目无法计算了，太多太多了。那还有鬼神，鬼神是报德的神通。不大，大概我们六道里面他知道，啊，六道之外他不知道，啊，至少欲界里面他们都能晓得，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色界、无色界比较难，啊，欲界的起心动念。鬼神知道，天神知道，天神是欲界天，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何以前不顾故意，后不顾来报？过业是过去造的业，来报是未来的果报，这是讲三世啊。但求增胜，不惜两败俱伤，直图快意，不为当来罪报。啊，最近大陆来看我的有三个同修，名字我记不清楚，从赤峰来的，带了光碟，光碟的内容是中日战争，日本的将军跟中国的一些将军附体来求超度，啊，现在在战场上死的那些人的时候，天天还在打仗，太可怜了，太凄惨了，现在希望和平，不希望有战争，啊，附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日本将军，一个中国将军，啊，说明战争凄惨的状况，
但到现在还在那。那可不可能呢？我讲过，可能。啊，我小的时候，中日战争，我11岁，卢沟桥事变，这记得很清楚啊。大年抗战呢，逃难逃了8年了。那个时候逃难的时候，就是2条腿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我在8年之内，东南走了10个省呢。啊，每天至少要走60里路，最多的走120里路。啊，天没有亮就开始走，走到晚上天黑呀，120里路啊，啊，120里像60公里，啊，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啊，这个苦难我们是亲自亲眼看见的。啊，距离战场近的时候，机关枪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啊，炮声就更不必说了。啊，那边在打，我们再会往后跑。啊，出家之后，大概前面10年，常常做梦还在逃难。所以打仗在战场上死了，啊，他说他以为还在战争，他还在打，啊，战争结束60多年了，这些鬼还在打，啊，这些求超度，啊，很难得，啊，光碟不很清楚。说的话很多我不懂，他们把它整理出文字来送给我，来送给我看。啊，所以我们念到此地，但求尊胜，不惜两败俱伤啊！但图快意，不为当来罪报啊！一切不顾。光心助我，这是我们先前亲眼看到的，我们接触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观啊，真可怕啊！为什么会有这事情？实在讲，这几个人的贪心造成这么大的罪孽啊，他们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啊！发动战争的人，那些人啊，带着军队去打仗的人可怜呐！啊，战死了还在打仗，啊，所以求超度。我们讲完经之后，我的回向就把他们加进去了。啊，死于战争的人，战场上。啊，双方的将士，还有被杀害的民众，啊，现在时间到了。